我眼睛现在很干。哎，自己拍的是，不是电视剧。哎，我眼睛太干了，有没有眼药水弄？给我弄一个。什么？眼药水。我是在那个上面吗？哦，算了。说一些感人的话，让我听听，悄悄的流泪了。王爷，救救他！哎呦，怎么这个衣服？谢谢屁美丽的大饼，谢谢你，谢谢谢谢你的大饼，谢谢，没事儿。没有，我是想的我前两天穿那个衣服，然后现在穿这个不太好啊，不不不，现在再穿那个就不太好，我去换个衣服，我要找一个便服。就是吧，啊，我看过这个，这是我小时候的阴影。这是什么？这是我小时候的阴影。你别看了，很吓人，真的，真的是吓人的。照不照得到？照不到。你真吓人，好吓人！我看到你下半身啊。哦，我又不知道那边去。你真吓人。我们想另外的抖音，怎么这个抖音？操！哎，我是不是操反了？算了，对。嗨，谢谢小五要多喝加多宝的皇冠，谢谢你的皇冠，谢谢谢谢谢谢。我小时候最喜欢看《红楼梦》。我今天被这个刘海弄得无语死了。跟你抖音差不多。谢谢一郎我磕爆的桃花风铃。谢谢派大星，不是星星是什么的权杖，谢谢你，谢谢。哒哒哒哒哒，我要去个阴暗的角落里。144级，外墙通透包标准144级，就是黑一点的地方。什么可宝？谢谢白熊打呼噜的权杖。哦，我今天收到了冰墩墩，家人们，和雪融融，还有我的那个保温杯，我拿给你们看。
鬼灭的什么东西，我没有看呢。是吗？我说谢谢，拜拜。哎呦，看这个，这是我的保温杯。就喝水的。我想把灯给关了，太黑了。我想说可是要龙葵了，还在喝。哎，那再过去的。这样吧。我要去那个了，我要把头发弄长了，有点太丑了。看冰墩墩。我有一个冰墩墩，我今天收到了个冰墩墩，我今天收到了个冰墩墩，我今天收到了个冰墩墩。哦，全世界都知道你有冰墩墩。哦，什么哒哒哒哒哒哒，还有个雪融融。我还收到了一个雪融融，我还收到了一个雪融融，我还收到了一个雪融融。哦，雪融融跟冰墩墩一起。左拥右抱。啊，你我都听见了，可以脱下来，可是我不想脱，因为我看到别人脱过很麻烦。没，我又没有看到，为什么？他怎么又没了？是不是口袋嫉妒我有用有那个冰墩墩？谢谢什么为爱发电？啊，谢谢啊，谢谢谁啊？谁？谢啊，谢谢仰卧起坐第一名的。难怪我没有口袋。什么？哦，对，什么？用爱发电吗？哦，好，谢谢你，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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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这么都喜欢用盖茨比的音？好，谢谢你。拍不拍得出来再说，先收藏。好，晚安。怎么要跟我说这个特别容易粘猫毛？被我嗅到了，没有办法。淘宝我不，其实我跟冰他不太熟。哦，还有个小的在哪？我跟他不是太熟，我只知道冰墩墩。其实雪融融也知道一下吧，但是好像冰墩墩更火一点。我去把另外一个小的。
时候，能不能多拍点照片？喜欢，喂，这个，可惜它不是挂件，这样我就不能挂着它。不能带手机，是吧？但是你怎么就没有你们？哦，这是手办哦，冰墩墩都有手办。现在超新奇。嗨，我是冰墩墩。你就这就破防了，那多秀秀。嗯，它好像个灯笼，它就是灯笼吧。没地方放，好，谢谢谁的爱心气球，谁的谁的，为什么刚才还有现在没有了？评论里说是男的，晚安，到时候我骂你，又说我先，好，谢谢王毅老婆大人的爱心气球。我今天换了个发缝，因为我觉得我再往这分的话我就要秃了，所以我就分到了这里。但是呢，我之前给这里剪的比较多，所以这里就变得很短。空气刘海，只是换了个发缝，这里都已经快接近中分了。再往边，你今天有没有看那电视剧？看了，不是你让我看的吗？但是我看的有点多，我可以告诉你。我不要，你要陪我一起重新看。不行，不行。凭什么？你也在我这边看？那是因为你昨天自己先看了呀，所以说我们。为什么是我自己先看的？就是你先看了，我说我要睡觉了，你还在看。你不知道我有公演啊？谢谢 BONNY 是吗 ？BRONNY 的皇冠，谢谢你，我看到了，谢谢谢谢。越来越花了，我就是女的，我是人，不是花 ，OK？ 少惹我，对。确实今天开麦给我一整个吓到了，就是挺突然的。我要去接头发了，待我接完头我就不是这样了。等你想到现在的我，好好珍惜吧。我要当花嘛，我没有说出这种话。再说我就把头发给剃了。多拍点库存，真假的？我真觉得我这个头发显得我脸很胖，有可能是我自己吃胖。
每个高中都是圆圆。一个新的世界。浅尝一下眼镜上过眼，不是浅尝，我今天嘴真的不太对。今天口红什么色号？是之前握手会收到了一个小猪口红，但是我不知道它是什么色号，你去问问那个粉丝。你说你的小猪送给小猪口红送给王毅的是什么色号？每次截图这个小东西就会停留很久，是不是有点烦？其实他是在等你要他。今天我们来聊聊iPhone的。他是叫什么猪？噜噜？噜噜还是叫什么？什么什么？有个英文名吧？我就记得叫噜噜了。然后说噜噜和噜噜比较火是吗？你可以随意拖动放大器的位置，拖动蓝点可以调整放大器的大小，转动绿点可以调整放大的位置。反正我会留到对庆之前，对庆我就是长发了。有看柯南吗？没看。对庆我有想法，但是我又不敢。我在想，就是说，肯定得染头发。啊？原来没在跟我说话，我是小丑。你知道 iPhone 怎么接长途吗？我不想知道。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嘛，我不想接长途啊。我头发不会，暂时不会再染很夸张的颜色，因为我头发基本上到这儿，这一圈到这儿都已经烂不能再烂了发质。大家请珍惜我这几根头发吧。就是这里的头发，就是吃的时候你一拔它就断了。我是抖人，我承认。对啊。好，谢谢什么风铃，看到看到，可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是谁送的。戴发片，戴发片，你不懂。好，谢谢林涵的发什么那个什么风铃，哎。就发片，你头甩不起来。虽然我平时也不甩头，没打薄是他自己断成这样的。不怕变，你是说什么接了头发不怕吗？我接了头发为什么要怕？你是说我现在吗？我现在有人说我是花呢，我是一朵花，他们说我是一朵小花花，好吧。哎，对对对，好，谢谢失足小狗的夜蝶，谢谢。对啊，官妈什么时候可以站起来？谢谢林涵的皇冠，我看到了是吧？谢谢你，谢谢你的皇冠，谢谢谢谢。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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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这里有特效吗？啊？你这里送礼物有特效吗？有啊。为什么我没有啊？喂。
这口袋不行，我戴美瞳了，我当然戴了。哎，我推荐大家这个美瞳很牛，就是说它像我自己长的这样，像我自己长的一样，这个是不是？就是这个蓝不假，什么牌子？我可以告诉你什么牌子，但是它离我有点远，而且好像被我包装扔了。嗯，包装好像被我扔了。蓝色同款铂，你是不是有点太为难同款铂了？眼珠子都能看出来是什么牌子。喜欢的不要不要的。嗯，深刻的指纹，谢谢林涵的爱心气球，谢谢你。我今天的头都跳公园跳塌了，就这边。我觉得。啊，我说呢，我今天头发就是忘记跟那个人说了，跟那个姐姐说一声。今天做的就是跟还没有前两天潘石写的好看。黑眼人不大呀，我黑眼人很小，我看人都是这样，很死鱼眼。我不戴美瞳的话。我不知道是什么歌，他在放抖。对对，不累吗？为啥要累呀？你能看清世界，不用戴眼镜，是一件很轻松的事儿，为什么会累呢？我没有快手。这部电影好像下周上映。哎，这个电影要上映。什么电影？八叔般的恋爱。讲恋爱的？应该吧。那我没有什么兴趣。那个、谁演的？谁？哦，那我哦，我听说了。竟然会上映。确实，我也震惊了。但是我对这种日本的那种，这种。没什么兴趣，小时候看多了，长大了就不爱看了。对，兴趣不大。我今天看到一个特别离谱的越南解说，就是前年总选的时候王瑞琪给我看过一个他其他版本的，然后就是演员还是那些人，不知道是不是 MV。很雷，很雷，非常雷。就是说，讲的什么来着？反正就是说，一个公主，一个王子，然后他们小时候三个人是一起玩的。对，然后后来就是王子和公主在一起了。然后那个，他们中间出现了第三者，然后那个第三者是个银发，就是，反正他就是银发。哎，你给爹爹留门了吗？没留啊，没事儿，给他吃个教训。就很雷，看过，这么多人都看过，有没有没看过的？我就接说了。如果没看过，看过我就不说，雷死我了，我简直了。没看过，那我接着说啊。对，然后那个白头发的呢，最后才发现那个白头发的人是他们以前三个人就是一起玩的其中一个人，他去变性了，因为他喜欢公主，所以他去变性了。然后再然后就是，反正就是那个王子国王，他受不了，他自杀了。结果呢，其实王子当时喜欢的是那个变性的那个人。是不是有点太狗血了？
比他之前我看的那一部还要狗血，这个真太狗血。嗯，怎么这么会拍呀？就是说就我就能想出来这种故事就很牛。谢谢起雾最爱朋友的皇冠，好，谢谢你，谢谢你的皇冠，谢谢你，谢谢你。越南人不是泰国人，但是那个银发的那个男生好像挺火是吗？我不知道，我之前看过他拍的别的，头发很长。反正就是拍出了一个故事，也很雷。看完了，你表情就是。你列表第一位已经是。就这样的。啊、哦，原来是 MV 啊！什么 MV 能给他拍成这样？有点东西的，就是。我近视，我可以戴隐形眼镜啊。你们看过这个吗？我之前看的那个是什么？我小时候看的，就是那个，反正就是说，那个他在莲花池边上发现了一个男的，然后他就爱上了那个男的，就是国王，类似于国王吧，是吧？他就爱上了那个男的，结果呢，皇后非常看到了，非常吃醋。就想要把把他给杀了是吗？然后后来其实皇后并不是想把他杀了，那个就是那个莲花男的是这个皇后以前的青梅竹马还是什么情人啊、哦、然后结果那个人就被唤醒了，最后皇帝也知道了，说啊，你们俩居然背着我偷情，然后我要杀了你。然后那个莲花男他就说啊，怎么办，我两个都爱。好像是这样子啊，我很久没看了忘记了，就是两个都爱啊。然后皇帝还受不了，想把他杀了，然后就那个莲花男替了那个皇后挡了一刀，还是没替他挡了一刀，挡了吗？我忘了。反正最后，这个电影特别好，好像三个都死了，反正皇帝也死，还是他也死。上次人问我，应该推荐这个。死了一个啊，哦，王没死，反正就是很狗血的剧情。啊，死了两个，就是皇后和那个，和那个死了，是吧？一只眼睛看3D。啊，这个皇后没，对，他就是可以转世吧，反正就是这，我讲那么好笑，这不就是这么，就是剧情就是这样的，你们可以去看一看，但是拍的还挺唯美的。叫什么我忘了，你就搜越南离谱 MV。就是对，就剧情真的很狗血，我觉得一般人是真的很难想出来，搜越南 MV 就有了，不用加离谱啊，好吧。谢谢小小刚迷你的夜蝶，谢谢你。好多部，嗯，我以为是他现在又拍了很多新的什么的，非常雷。没看过。你看金靖文，我当时也看金靖文，我自己看了一遍，陪别人也看过一遍，就是看了两遍。然后后来我有一次在 B 站上又刷到一次，我又看了一遍，就是每一次都是让人觉得很离谱，但是呢就是上瘾，你知道吧。啊，没有吧，可是我刚才特效是有的呀，刚开始的时候有的，现在没有了，是我关了吗？我怎么关啊，
你不会啊。才迷上我迟吗？不迟不迟。对，这个口袋有问题，不知道它这个特效怎么突然就消失了。我不看一闪闪亮星星，亮晶晶，亮星星，不看这种电视剧。你也想谈个三角恋啊？你是什么特殊癖好？是这个？是三角，这个电视剧是三角恋吗？我不懂啊，我就是在复述这个人说的话。你，热血翻箱，那确实，嗯。好，拜拜。好好学习。是不是觉得离谱？嗯，还好啦。我哎，今天是什么日子啊？怎么好了几天又那啥了？什么日子啊？哦，今天周五的哦。我还以为是什么节日呢。开学最后的狂欢啊。什么时候看翻牌？嗯，我空了就会看翻牌。明天也是假期吗？漂了头发，染了深色，褪了色的发色。好想听我讲恐怖海龟汤。嗯，不大合适吧，我就是害怕了，我怕大家被我吓到。而且我之前好像说过，看来就有人害怕的。嗯，没听过哦。啾啾可能在门口让我开门，你们怎么知道？啾啾给你们发消息了，给你打电话了。看他有没有叫，有猫叫声，说不定他就是。他不会叫。他会叫，在家里被我妈关门口，他就狂叫。他每次在这儿都不叫。来了吗？我猜没有，浪得很着吗？还没浪够呢，几天没出去了，还不是得出去撒撒野再回来。就是丢丢已经就是有种提前成年的感觉，我就像那种老妈说，哎呀，儿子出去了，而且我觉得我养的不是女儿，养的是儿子。他去小北房间了，真假的？他去别的房间了。这一条他都踹穿了。对啊，真的，他真去小北房间。那帮我传达一下，别管他。再咬他电线。啾啾确实有咬电线的癖好。
揍他们不揍了，他想出去就出去吧，我已经懒得管他。下辈子做个猫，下辈子我也不一定会养猫了。咱就是说先说说这辈子的事儿吧，这辈子我才刚过了20年呢。对美好未来有着各种期待呢。你还在这样擦手机，快来试试这。啊，还把他弄洒了，哎呀，打他一顿就好了，没事儿，我不介意的，你去打他吧。就是帮我说可以弄翻了就打他。已经跑了，打翻完就跑啊，这猫。谢谢朋友爱云云的爱心气球。刷了这广告。破坏王丢丢，对对对，我是复旦大学毕业的。为什么要给美女加这个阿宝色滤镜？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有这种东西出来。你应该跟刚那一个数学考16分的人一起去学习，一个英语考16，一个数学考16的，快去啊，别耽误的。我理解啊，我退一步海阔天空，我特别理解。退一步越想越气，那没办法呀。因为我有一次樱花季我一定要出去拍照。樱花季是什么日期呢？我住在这个，我住在这个地方住了那么久，一次都没有去拍过照片，甚至连看都没有看过。但只是去年的时候，我樱花季的时候我很忙，这樱花季很短，然后我就没有去拍什么东西，没有约好呀。我约了，我有两颗。哇，你好可爱！但这个不是很尖。你也有两颗，那好巧哦。但我最近老是会咬到舌头，就这样。吃着吃着吃太快了，咬一下，但是没有很用力。东北来堆雪人，不考虑，我不会为了堆雪人特地跑那么老远的，还很冷。我有智齿，我怎么能掰开给你看吗？就是说让粉丝哎来看看我的牙。我是东方之既白。对，我四颗，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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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智齿不影响的话就不用拔呀，我又不疼。下一件。而且我觉得多长四颗牙，我嚼东西能嚼碎一点，挺好的。但是，嗯，好熟悉的声音啊！那个动漫的开头啊。对啊，然后每次都说你，但这不太好说。A 社这个，他们这个，就是人家会给他搞谐音，什么你偷了。我也有智齿大门疼，但是刚长智齿的时候就是很容易咬到两颊就很痛，就经常两颊会发炎，有人跟我一样。干嘛还有猫皮哒哒哒哒哒，哦，好想谈恋爱的。特别是吃饭的时候，嗯，有数过自己没数过。小时候我没有蛀牙，我从来没有蛀牙，我蛀牙水痘都没有长过，就是小朋友该长很容易长的东西我都没长过。嗯，我没有蛀牙，但是我觉得很神奇，我居然没有蛀牙，因为我以前经常睡觉吃吃着睡着了，然后早上醒来发现嘴巴有颗葡萄，这种事很常见，但是我居然没有蛀牙。该配合你演出的脸，视而不见，再给一个啊！真的、啊？那你要少喝。哎，你不变魔术了今天？啊，对啊，魔术魔法好不好？挺好的。我听过，都听过。对，我还唱过。樱粉花吗？Why？ 咱不能就是说全面一点吗？什么都可以。他没开门。Oh, R&B all night, I just want R&B all night. 下睫毛什么？剧啊，这个名称，金刚银什么剧？不，我是左脸更好看。这边看得出来吗？脸要长对称就不好看了。就是我这边的下颌骨长在里面，这边的下颌骨长得比较外面，
所以我的脸是这样长的。这边脸就会看着比较方。其实我的鼻子长得也是歪的，呵呵，看不出来吧？而且我两边鼻子长得都不一样，这边鼻子就长成这样，对吧？这边鼻子会更翘一点，鼻尖会翘一点，看出来了吗？这样。没看出来，这样，这里就看着很尖，看出来了吧？好可怕，这么大的狗。所以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我这边的骨头长凸一点，就是我最近。摸着两边鼻子，这边更凸一点，就我这里有两个小骨头，这里。我要是这个直播被我妈看了，她肯定会骂我。哎呀，你不要弄你的鼻子，不是睡觉牙的，就是自然而然长成这样的。就这里有两块骨头凸出来，这边最近越来越凸，我是不是？是啥？我马上要变成匹诺曹了。我的嘴和我的鼻子，我妈是绝对不让我碰的。就我有时候这样子捏鼻子，她是绝对不让我碰的。包括我想捏嘴。我有时候习惯了，我就喜欢捏嘴，然后他就会骂我。因为他觉得会弄坏。最近没捏了，我在家里狂捏了，捏的这里都起毛毛了，所以不敢捏了。捏了会痛，因为嘴巴太干了。因为他觉得我这样会捏会变丑，确确实实我这里老捏有点变丑，就捏了捏了大概十几年吧，就有点变丑了，但是捏着捏着又会控制不住。然后鼻子他会说你这样会越捏越大，老是这样子。一个人要活得像只斗鱼。因为我小时候一直很想要有个唇珠，但是我捏不出来。但是如果我有唇珠，我不一定会好看，就这样。上次谁说我这不是唇珠，我是鸡嘴。因为我没凹好。咪咕是吧？他头要掉了，是不是很可爱？我还点赞了。捏的手法不对，反正我。老是这样，耳朵好红，是的，我在害羞，好害羞啊！哎，你看过这个电影吗？《流浪猫抱抱》？因为我每次都说我耳朵自然红，说腻了。我要换个说法，我在害羞，我是害羞鬼。看到谁我都耳朵红。
谁升级了？我升级了。这首歌不用抖人都可以都听得听过吧？哦，今天关博就是关斗还想帮我拍这个呢。没拍。因为他担心很多，然后我说那就算啦。他想拍但是又不敢拍。然后呢，然后他就说帮我拍别的。然后呢他就走了，因为他下班了。对啊，也不是，他也不是每次都在的了，他只有在公演的时候就是会出现一下下。他还问我最近有什么，有一个特殊最近有一个比较重大的节目还是什么东西啊，我说什么完全忘了，我说他说你不知道吗，我说什么是什么呢？对啊，最佳拍档。然后他说你抽签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反正就是什么就是问吧，小小采访。他说踩一踩，大声说话我真听不懂。他跟我说王毅我要踩踩你，我说踩什么，你说，我说踩什么我以为他踩我，我说踩什么明天就可以看到，我不知道哎。我们就是不在一个，就是一个频道的。之前公演抠，你可以去涂那个生睫毛、长睫毛液，你也可以长长。我没有用，我只是听说用了会长长，但是我没用。眼睛有点干。谢谢什么草莓蛋糕。我有冰墩墩，咱就是说刚才已经秀过了，突然想吃蛋糕了。Angelababy 好漂亮，确实 Angelababy 好漂亮。她在那个剧里面都没有化妆，确实。就是说，我小时候一直，谢谢大家。我小时候一直会忽略演员的颜值，真的，因为就是说我反而会觉得啊 ，idol 在台上好漂亮啊，什么亮晶晶的，啊，就是妆容什么什么的。但其实演员是更漂亮，因为他们妆有些根本就不会化，也不会遮瑕什么什么什么的。现在没有蛋糕外卖了，就小时候会忽略这些，然后长大了之后呢，我就会关注这些，关注到这些。以前是真的完全单纯就是看剧情，现在会看一看颜值。谢谢彭珠爱亮亮的夜蝶是吗？没念错吧？嗯，好。就比如说最近看的几个电视剧都很，就是女主都很漂亮。比如说刚才说的，对啊，都很大。刚才说的还有，反正就是还有景甜。
抬头看着星星在唱歌。嗯，还有谁来着？还有娜扎，古力娜扎。我觉得她更适合拍当模特，也有可能她以前就是模特，我不知道。嗯，是模特吗？我觉得她当模特拍的那种硬照很绝。然后热巴也是，就是长得很立体。是不是听到我说这个星期出来了？就很会长。赵丽颖也是，我小时候完全没有，就是看了很多赵丽颖的剧，然后呢，就是单纯就是看剧，但完全没有意识到她们很漂亮。对，就是他的眼睛长得很漂亮。我觉得整张人的眼睛真的很重要，就是有些人长得就是眼睛长得就很透。嗯嗯。但我素颜眼睛像个痘痘，因为我是小内双，我不是大双眼皮，像就是。眼睛要很水灵的话，一般都要双眼皮很双，才会显得你眼睛很漂亮。但我是小内双。嗯。啊，鼻子好看确实也很重要。如果我的鼻子是这样的就不好看了。是吧，其实都很重要的。脸型也很重要。其实眼睛没有那么好看，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因为可以靠化妆和你的人的气质来提高你。我怎么突然跟大家聊起脸了？不好意思，我每次讲这种就会讲得很起劲。脸型轮廓很重要，是真的。我以前就是吃了轮廓亏，以前脸贼胖，这样，然后还大，这样。哎，做不到了现在。哎呀，哈哈，做不到了。哦哦哦，那一般不会有人就是说这全部都长在一起的。而且这是可以通过矫正是可以做到的呀。我怎么瘦的？我不知道我怎么瘦的。其实我以前也没有很胖了，真的，只是你看我脸看着很胖。我以前挺瘦的，我基本上没有上过90斤，有一段时间上过90，就嗯不会超过95。就我以前只是脸太胖了，我只要稍微胖一点点，就可能那5斤都长在脸上。这是我看过最像动漫的地方。嗯，好漂亮。然后我最瘦的时候是去年3月份，也不知道为什么瘦成那样，反正很瘦。但是我很怕我的脸变胖，我以前是小胖脸。哦，去年，那我今年也是，野味也挺严重，只是没有特别的，那个。去年3月份好像也是胃不好，然后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儿，导致我吃的很少，然后又去拍那个水浊了，嗯。拍水浊了之后，我记得我印象特别深刻，我在水浊酒店里面称了体重，
然后当时是70多斤，你想我这么高的人就有70多斤。所以我很脆弱的，开玩笑的，现在一直都保持着很好的。我才是丢丢。今天在直播，在直播，直接开门，没有锁。门口啊？对啊。为什么？他自己溜出去的。自己出去玩了。因为他自己会回来，他是不是在我们门口？对呀、啊。他在等我们开门。是不是很好笑？我在放着。对。哎呦，他有时候门关着了，他会自己在门口蹲着，等我们开门。他在咋了？你们有事儿？嗯，我要下播了。哦，好吧，他下播了。来来来来，丢丢。家人们再见了，拜拜。嗯，你放在……哎，我今天袋子是没带回来，你要不就放那个礼物袋子里吧。让大家看看你。看看你刚刚出去玩，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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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墙下的酒肯定很脏。我知道，我不让他上床就好了。他给你放个音乐吗？不用。怎么还凶我？你走了？对。好吧，拜拜。哎，你到底找我啥事儿？你给他发消息。他刚刚把冯思佳的水都打翻了，打翻完之后就跑。他怎么这样？有没有教过你？有没有教过你不应该这样？嗯？有没有？有跟你说过吧，小丢。谢谢小丽的发电，小丽是。谢谢小史的发电。怎么你们不发呀？救命啊！怎么了？怎么了？你看他脚，这不是很正常？你给他洗一下就好了。怎么了？他之前还有更夸张的呢。等会儿让我卸完礼物。谢谢你的用完发电，谢谢。我在直播呢，等会儿吧。但是他会乱跑。那你把他丢出去。那你先出去再玩会儿吧，丢丢，可以不？你同意吗？怎么这么脏啊，王思文？太脏了！哎呀，你还想咬我？其实他这个脚你擦一下就好了。他衣服灰尾呀，他脑袋他不是灰尾。嗯，你看他还香香的。没有啊，他头上是香的。嗯，那怎么是灰尾？那你给他洗洗。丢丢。怎么办？你拿湿纸巾给擦擦吧。没有湿纸巾。那就拿洗脸巾。欠揍，真欠揍！刚刚有人说他可怜，我要解释一下，我不是在虐猫，我真是出于一个亲妈的心，就是说他有点太疯了。就是这是在正确引导他。不是，就该做的事情做，不该做的事情就不要做。咱们洗脚，姐姐，好吗？我之前就是太溺爱他了，导致你看他刚刚都敢凶我，他觉得自己是老大了。你是老大了，姐姐。老大洗澡。有个礼物没写，什么礼物？先吃饭呀，姐姐。但是先洗澡了，你这样显得他在奖励他。你先把他全身都擦一下。小跑。谢谢什么的风铃，谢谢。谁是狐狸？你还想跑？你呀，怎么了？他
挺开心的。别动！呀，他玩，你什么意思啊？你想玩？你有什么好玩的？你这个石头碰到我身上了。你要对他用力一点，轻一点。那你过来，你过来吧。啊！来，来，擦，擦脚啊！啊！干嘛？全是灰。你凶谁呢？你看他咬我，丢丢！你这个样子都被人家全国人民看到了，是不是很凶？全国人民会不会有点夸张了？直播出去了，呀，什么野脾气？你凶谁呢？嗯，他这个屎擦不掉，得洗了。那你把脚底板擦擦，其他的脚，总不能四个脚都洗吧？脚太脏了，嗯，啊，没事，啊，他今天好凶，不行，你，啊，有什么脾气哦，我的宝宝，臭死了，你这鼻子那么臭啊，跟你姐姐困困学学，你，不行，我得教训一下你，你不要掐他头。我把嘴闭上咬人，我要让他看着我，你看着我，你小心漏到你素颜，嗯，你看着我，你看，我也能叫，我也能吼你，你再吼一个试试，你再吼，再吼，呜呜呜，没有，你妈怎么凶他的？你要学学你妈妈，我妈是丢丢你这个嘴，丢丢。钻上脑袋，你就这样才有用。啾啾，好，擦擦上脚。嗯，你再捂，你再哇啦，你再凶，你再凶呀！脾气臭的要命。嗯，吃你的头了，我啾！不能凶，太凶了。谁家小猫有你这么凶啊？你还是小女明星呢，你跟大家都看到你这样了，看看看，都看你这么凶。塌房了都塌房了。好了，原谅他吧，你看他现在不叫了，小眼睛紧闭着呢，你看看，哎呦，假闭呢，啊，闭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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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闭好，闭好，好了，好了，好了，是不是好了？我们还是好宝宝，对不对？我们和好了，我和好了，和好了，和好了，听到没有？再凶，再凶，我就不会给你吃饭了。你自己门一开，你爱哪爱去哪去哪。别在我门口蹲着，然后把粉丝送的那个叫什么丢丢图案全部抠掉，把你抠掉。然后那个 money 最好的 money 最好的 money 姐姐最好的。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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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滚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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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不舒服？不不不，他就是脾气大，他日常这样，我跟你说。哈，我们小舅能不舒服？他不舒服早就叫了，早就哼哼了，不舒服还能凶人？他在做两个事情的时候，做一个事儿吧，
对，曼妮还会哭，她做一个事儿吧是非常起劲的，那就是吃。我跟你讲，你现在给她吃一个什么东西，她立马变脸，你信不信？而且还会叫。我给你们试试，但我不能给你们看，听声音吗？我拿个什么呢？丢丢，吃罐头了。丢丢，哎，没叫，这个东西不像罐头，换一个。看了过来过来，丢丢的，想不想吃啊？是吧？很了解他。真是拿捏了。他还会认罐头，这长得不像罐头，所以他叫的没那么起劲。在家里的时候拿了个罐头，哦，发疯了。这叫穿我的新衣是吧？你去干嘛？我准备聊点事儿。哦，什么事儿？你猜。啊，什么事儿啊？有些不能说的事儿。好棒好棒！你要出去玩吧。噔噔噔噔噔。现在就剩我俩了，你尴尬不？刚才凶过我。嗯，丢丢。开始装傻了，左看看右看看，左闻一闻右闻一闻，表示很好奇。哎，再装，哎，再看看，哎呀哎呀，假装够一够，仿佛这个房间新来的，第一次来这个房间。好，谢谢 AA 意义的用爱发电，谢谢你的用爱发电，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是吧丢丢？就在刚刚那一秒突然意识到，哎，我走进一个新房间了。谢谢谁的夜蝶没看清，谢谢你的夜蝶。我真觉得是我更新的有问题吗？我是更新了，但是呢他那个就是看不到。啊，我是小木头，谢谢你小木头的那个夜滴。谢谢巧克力，谢谢草莓蛋糕。我没有不小心屏蔽他，本来前期是有的，大家也不是也没有看到。不肯地毯了，这地毯他也啃不动啊。开始吃饭了。今天晚上我是不会原谅丢丢的。啊，你们看得见，那就是我有问题了，还真是我的问题。我不是延迟，我是真看不到。我今晚吃了吗？还没吃，等会儿再吃。
谢谢蛋糕。我的话我要点个全家，因为我是吃了晚饭，但是呢晚饭间隔太久了，我还跳的公园，我肯定现在会饿嘛，而且我等会儿想吃蛋糕，吃点让人开心的食物。我发现就是我只要一吃蛋糕心情就会变好，但是吃完了之后我心情又变回去，就没有办法维持，谁懂呢？一直吃那我不是要齁死了。我最近学到了一个酸奶的做，就是做酸奶的方式，叫希腊酸奶，就是你可以把它乳清给过滤掉，然后它就会变得口感非常稠。像我就很喜欢吃稠的酸奶，有谁跟我一样吗？我特别爱吃那个酸奶边上你把它撕开来，然后边上留的那一点盖，特别好吃，就是噎嗓子的那种。啊，我这头发扎不了马尾，根本扎不起来。叫什么希腊酸奶，所以我很喜欢喝优诺，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它接近了那个酸奶的口感，但是也没有特别接近，就是安慕希一般。然后我就买，他说什么酸奶都可以，我就买了一个如实的普通酸奶，但感觉有点稀，就是应该要弄很久。有点酸嘛，酸倒是无所谓了，我有买蜂蜜。卡士我不怎么吃，我还是比较喜欢优诺，就是如果我普通单吃酸奶的话，我就会喝酸优诺，很好喝。怎么这个还有人瞎呢，人都认不清。我知道故意的别离，但我也要故意怼回去，眼睛有病就赶紧去看。去看急诊，现在赶快给我滚。老酸奶的话好像没有办法做成那个酸奶，因为它里面有什么，有人说有明胶是吧，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弄不了那个东西。好了，现在已经12:30了，我要去睡觉吃饭了。我要去吃饭睡觉了，好吧，拜拜。晚安晚安，拜拜拜拜。好了，我挂了。丢丢有病，他把蓝牙音响给打开了，还小的长按呢是吧？我刚回头看到他一个爪放在那上面，他还不是整个猫踩在上面，他是一个爪摁在上面，还知道长按连接，真成精了。很想翻你白眼，真的。好了，我真要挂了，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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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拜拜